关这个地名的改变是地方政府它必须依照相关的办法，我们有一个地名管理办法等等，是地方政府它必须要去清查公告，它要去审查，然后最后来报，它报到中央政府只是核备，所以中央政府并不是核准，不是准不准，它只是来核备，我们会看看它只要根据这些办法，那我们依法处理，让大家了解。